什么都没有的清洁女工，变成了一个有身份、有地位的秦家太太。你知不知道我承受多大的压力呀？我真的好蠢。宋婷，你不要再这样叫我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是我想的吗？这些照片全是假的。我真没有想到你会在奶奶住院的时候还会叫那个男人到医院来找你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你怎么老不在房间里？原来是你和他约会去了。我居然那么傻还相信你，我居然还为你弹琴。不是，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住嘴！到现在你还一点歉意都没有，连一句对不起都没有说。你们所有女人都是这样，做出这种事之后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其实照片上那个男人，我跟他的关系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复杂的，这纯粹是一个误会啊。又是误会，又是我的错，对吗？啊，可以叫我总，但是我已经在秦家三个月了，我已经照你的吩咐，照你妈妈的吩咐，我想要钱是吗？你这样做无非就是想要钱，对吧？要钱给这个男人，对吧？我一分钱也不会给你。可是我真的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啊。滚。那就当成是我错了，是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，但是请你原谅我好吗？请你让我留下来好吗？滚呢。那笔钱的，你知不知道钱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？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来秦家打工的原因呢？我真的是太小看你了，我原以为你只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傻大姐，原来你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。好，你说我什么都行，你想怎么骂我都好，请你，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，一分钱都不给，就当成是你借我的好不好？拿上你的行李马上给我走。宋平，马上从我眼前消失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
奶奶。哎，丫头，你这一晚上上哪去了啊？你吃过晚饭没有啊？不要转移话题，你说你晚上上哪去了？奶奶，丫头，你为什么哭啊？来，到奶奶这儿来，来，快来，快来，不要哭啊！告诉奶奶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奶奶啊，我，你怎么了？我可能要去个地方，我不能再给你做饭吃了。你走？到哪去啊？啊，要去多久啊？这一次可能要去的很久。我不舍得你奶奶。你把脸抱太紧了。哎，你撒手，撒手。哎呀，姐。你这丫头，告诉奶奶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？我多谢奶奶一直对我的关照。哎，丫头，你说呀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奶奶，你一定要长寿，你一定要健康，你一定要按时的吃饭，按时的睡觉。我走了。丫头，丫头，丫头，你上哪儿去啊？丫头，叫车啊！我不会回来了。但是钟伯，你放心吧，你借我的钱，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秀莲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说过，我一定会双倍还给你的。秀莲，谢谢你，钟伯。一直以来的照顾，你一定要好好的保重。再见了，秀妍，秀妍。您找我？安丫头呢？安丫头上哪儿去了？啊？她走了。她走了？谁让她走的？是我把她赶走的。你赶她走的？你凭什么赶走我孙媳妇儿？妈，她不是您的孙媳妇儿。哎，这倒奇怪了啊！松平带回来的女人不是我孙媳妇儿是什么人呢？你真以为我得了老年痴呆症了？妈，我告诉你吧，你的孙媳妇儿是个骗子。你胡说，她才不是个骗子呢。妈，她是为了骗钱，所以利用松平，所以才到我们家。我是知道了真相以后才把她赶走的。妈，
您别担心，保姆一会儿就来了。啊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除了安丫头，我谁都不要。哎呀，你怎么那么喜欢撵人呢？啊，松平的老婆你撵走了两个，哎，难不成你把我这个老太婆也给撵走啊？啊，妈，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他是个骗子。其实我也很伤心的，所以我拜托您不要这样了，行吗？我不管，除了安丫头，我谁都不要。去把安丫头给我找回来，去找回来。如果找不回来，我把你们统统撵出去。滚，滚！这不是秦太太吗？这么晚了，你拿着行李要出远门吗？你要去哪里呀？要不要我送你啊？姐，人家不用你送，人家有人接。对呀，你的那个骗子男友呢？骗局被揭穿了，接下来该狼狈逃窜了吧？是你，这个事情是你做的，我跟你有什么仇啊？我做什么了？如果你行得正坐得端，就不怕别人说。姐，他终于被赶出秦家了，太好了。您找我？安丫头呢？安丫头上哪儿去了？啊？她走了。她走了？谁让她走的？是我把她赶走的。你赶她走的？你凭什么赶走我孙媳妇儿？妈，她不是您的孙媳妇儿。哎，这倒奇怪了啊！松平带回来的女人不是我孙媳妇儿，是什么人呐？你真以为我得了老年痴呆症了？妈，我告诉你吧，你的孙媳妇儿是个骗子。你胡说，她才不是个骗子呢。妈，她是为了骗钱，所以利用松平，所以才到我们家。我是知道了真相以后才把她赶走的。妈，您别担心，保姆一会儿就来了。啊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除了安丫头，我谁都不要。哎呀，你怎么那么喜欢撵人呢？啊，松平的老婆你撵走了两个，哎，难不成你把我这个老太婆也给撵走啊？啊，妈，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他是个骗子。其实我也很伤心的，所以我拜托您不要这样了，行吗？我不管，除了安丫头我谁都不要。去把安丫头给我找回来，去找回来。如果找不回来，我把你们统统撵出去。滚，滚！哟，这不是秦太太吗？
么晚了，你拿着行李要出远门吗？你要去哪里呀？要不要我送你啊？姐，人家不用你送，人家有人接。对呀，你的那个骗子男友呢？骗局被揭穿了，接下来该狼狈逃窜了吧？是你，这个事情是你做的，我跟你有什么仇啊？我做什么了？如果你行得正坐得端，就不怕别人说。姐，他终于被赶出秦家了，太好了。记得我吗？我老看见你在医院里走来走去，是不是有朋友住院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是跟我没什么关系，我只是觉得我上次欺骗你特别不好意思，我想跟你赔礼道歉。道歉？如果当初我不揭穿你，你会跟我道歉吗？是，我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我真的不是骗子，我也没有存心伤害你的意思。那个时候我真的太缺钱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人缺钱就什么都可以干，杀人放火打劫都是情有可原的了？不是这样的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哎，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，对不起。好了好了，我接受你道歉。那以后我们见面就当不认识吧。啊，好，对不起。喂，雪岩，怎么这么晚给我打电话呢？啊？哦，豆豆的病情已经稳定一些了。你怎么了？怎么听声音怪怪的？你感冒了？啊？干？你在哪儿呢？事儿啊！我电话里听你的声音就不对，是不是出事了？这情侣怎么回事？吵架了是吗？你吵架你也不能离家出走啊，秀妍！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不管怎么样，你都应该在那个家里继续待下去，你知道吗？啊！我被赶出来了。你被赶出？为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又乱发脾气了？哎呀，秀妍，你现在寄人篱下，你应该收敛一点自己的脾气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不能回到以前当个穷人了，啊？你想不想过孩子？啊？你想不想过未来，将来的生活？那秦家的钱都是你的。哎呀，走，你回去说几句软话，走。还不是因为你把钱给丢了？不是，这跟我丢钱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跟你在医院一起抱头痛哭的场面被人拍了。拍就拍嘛。你要知道，我嫁给秦松平的时候，
我没有告诉他我跟你的关系，啊，我也没有告诉他我有两个孩子，啊，他以为你是我什么人呢？他对这方面非常的介意。不，他凭什么介意啊？啊？不过也是，他是该介意。不是，问题是你应该跟他解释啊！啊，我是你的谁？我们一不是情人，二不是夫妻，你得跟他解释解释嘛。怎么说不明白呢？啊，我们是抱头痛哭，抱在一起啊，连我自己看了都吓了一跳，更何况是他，我怎么解释啊？反正他就是把我赶出来了，而且我一分钱都没有拿到。一分钱都没拿到？没有。他真是个王八蛋，他对你没有感情吗？啊，保姆也不能这么对待吗？雪岩，你要不带我回去吧，你再跟他解释解释啊，好吗？雪岩，我都给他跪下了，他还是叫我滚。你都给他跪下了，他还叫你滚？他还是个人吗？王八蛋，混蛋！我告诉雪岩，他简直就是个衣冠禽兽，衣冠禽兽，禽兽不如，披着羊皮的狼，你知道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住的地方在哪儿？在那儿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他怎么能这么对待你呢？啊？一分钱都没给你。在那儿。这里离市区那么远啊，安然每天上学很远吧？门口直达的公车。哦，很方便。那就好。那去医院呢？都在一条线上。那还不错。哎，待会儿你进去的时候，安然已经睡了，别吵醒他。我一会儿还要去医院，豆豆身边没有人，啊，先拿好。嗯。就在那儿，啊。嗯。我先走了。哎，对对对对，不，我对工作是非常认真的。对，这不这两天啊，这家里出了点事儿。我一着急就把登记年龄给写错了，其实啊，我30还不到呢，非常符合这个你们的要求。啊，对对对对，你是谁啊？啊，我浩然大哥呀。啊，哎哎，那什么，我家里有点事儿，我稍后再跟你联系啊。浩然是孤儿，哪有哥啊？哦，我认得你，你就是那个骗子，你就是骗我钱的骗子。哎呦，你欠我钱。大姐，你别这样啊！大姐，还给我！孩子睡觉呢，安然明天还得上学呢。安然还在，你个大骗子！你有没有给我们家安然怎么样？安然！你这个混蛋！大姐，你敢在我们家里，你还敢出现在我的面前？你怎么回来了？安然，快点报警！他这个骗子住在我们家里啊！他本来就住在我们家。啊？对对对，什么？对对对，大姐，他说的没错，我就住在这儿了。不是，我现在真的是改邪归正了，大姐，我现在反省了，我会马上就归还这浩然的钱的，真的。你看我现在在找工作，我要找到工作拿到工资，我会立马把钱还给你们的，真的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浩然叔叔说，把他送到公安局，他也还不了钱，倒不如把他留在家里，赚钱还我们。哎，是。他还相信这个骗子啊？我们家哪有闲钱养这个骗子？他睡哪儿啊？不是，大姐，你听我说啊，我跟浩然都睡在外面，他睡床，我是沙发。不过，既然大姐你回来了呢，我就出去睡帐篷。我睡帐篷。哎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我辞职了，我以后可以多点时间陪你和豆豆了，真的。嗯，安然，妈妈想你了，过来过来抱抱。
你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突然回来？你来看病人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被赶出来了。什么？他赶你出来？他为什么赶你出来？算了吧，这事都不再重要了。不，秀妍，这非常重要，你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我。这件事情，只有我才能帮你。都是我的错，我做了一些他不可以原谅的事情。你的错？什么错？不方便跟我讲吗？我隐瞒松平的一些事情被他发现了，他一怒之下就把我赶出去了。他怎么能这么对你？太过分了。也许这件事情当初就不该把你牵扯进来。啊？当初是因为我的一句话，结果把无辜的你牵扯进来了，我很抱歉。秀妍，你跟他隐瞒了什么？那些照片了。什么照片？是我朋友江浩然，他把我给豆豆治病的钱全丢了，那我气得急了，我就哭，他看到我哭。他就跟着哭，然后我们哭着哭着哭着就抱起来了。不知道谁把当时的情形拍下来寄给了松平。那你跟那个江浩然是什么关系啊？我们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，但不是松平想的那种关系。难怪了，松平最忌讳这种事。我听说你以前和松平也发生过这样的误会是吗？他连这些都跟你讲了。秀妍，就是他。我不让你在家休息，你跑来干嘛？30%的股份就要是我的了。对不起，他已经不在这儿了，请你以后别再打电话来了。哦，这样啊，谢谢你啊，姐姐。那个女的彻底离开秦家了，她真的被赶出去了。哼，这下她再也回不去了。哎，姐姐，现在绊脚石没有了，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呀？下一个目标当然是做秦家的女主人了。这孙悟空啊，就带着所有的猴子在花果山过着快乐的日子了。喝点水吧。妈妈，妈妈你不用上班吗？妈妈休假，妈妈想你了，所以妈妈请假了。那会给妈妈工资吗？会，妈妈休假也会拿到工资的。那我希望妈妈一直休假。我也想啊，那我就可以多陪兜兜啦。嗯，好不好啊？哎，安然，你那么早就回来了，你不是想告诉我你又逃课了吧？
没事，今天学校放得早。你说实话，为什么那么早就回来？妈妈，姐姐今天下午学校去游乐园。去啊，你为什么不去啊？跟同学玩多好啊。去游乐园一人要40块，我们家有吗？有，你跟浩然叔叔要就可以了。算了，我也不想参加，还是留给弟弟治病吧。我知道，现在我们把所有的钱都拿去给豆豆治病了，但是我答应你，如果我有多余的钱呢，我就带你去迪士尼。好，让我们的小安然穿起公主的礼服跟王子拍照，好不好？我也要拍照。好，也去跟米老鼠拍照，好不好？啊，我去给豆豆打水。我也要拿着金箍棒和米老鼠拍照。拿着金箍棒和米老鼠拍照啊，好有意思啊。杨大夫，杨医生，豆豆今天感觉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杨大夫，这是我妈妈，妈妈这是张。那是那天呢？那天我就看出来了，安然在给你赌气。其实安然是个很懂事的孩子。麻烦你了，杨医生，你要帮我照顾豆豆。豆豆，妈妈来了，是不是特别高兴啊？高兴，很高兴。真乖，你每天都应该高高兴兴的，这样你的病就好得快了，啊？有时间多给孩子增加点营养，光靠医院这点饭是不行的。我知道。我妈妈做饭可好吃了，她休假了，我又可以吃到我妈妈做的饭了。是啊，休假了多陪陪孩子。我会的。杨大夫，我妈妈还说她休假了也能赚钱，对不对妈妈？对对对对对呀，我以后再也不说秘密给你听了，谁会像你这样啊？你呀。听说你昨天晚上喝多了，这你都知道？这种事情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怎么会这样？其实我觉得安秀妍她不是这样的人，这件事情一定有蹊跷。我麻烦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起那个女人。宋婷啊，你就不能冷静一点吗？安秀妍走了以后，这件事情不是完了？还有，你和美芝之间还有约定呢。这件事情我一直觉得很奇怪，就算安秀妍有外遇的话，是谁盯着她？是谁给她拍的照片？又是谁把照片寄去你们家？目的是什么？宋平，你不是一个不理智的人，怎么一遇上这样的事情，你就方寸大乱了呢？你的意思是林美芝做的？不，我觉得不是他干的。你自己想一想，安秀妍离开你们家对谁最有利？雇你的时候跟你讲得很清楚了，你是临时的，那位大妈伤好了之后你就要走，现在那位大妈伤提前好了，所以你只能走了。不是说好两个月的吗？是啊，但是那个大妈伤提前好了嘛，所以你只能先离开了。你不觉得我干得比他好？对不起，我没有办法，请你去财务部提前把工资领了，
然后再走，好吗？主管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真的。对不起啊，我觉得你还是去财务部结工资比较好。江浩然先生，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呀？你是被解雇了吗？如果你还想接着在这里干活的话，就得有人给你担保。不过像你这样的骗子，谁会给你做担保啊？是吧，姐姐？是啊，没有担保，没有工作，那你以后怎么办呀？对了，我还听说你的爱人也被解雇了，那你们以后可以同病相怜呢。唐子一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的公司又不在这里。也许很快就会在了吧。你有时间吗？我跟你聊两句。我跟你又没什么好聊的。不一定吧。天马集团对一个在背后制造事端的旗下艺人会有什么样的处置，我想你不会不想知道吧。照片的事是你干的吧？让秀妍离开秦家是你计划的第一步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什么照片？什么第一步？用这么卑鄙的手段达到你卑劣的目的。够了，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吗？我要告诉你，跟踪偷拍别人的隐私是犯法的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失陪了。方子一，你这么害人，你以为你可以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吗？我还觉得这些害人的事情是你做的。你看那个女人抢了你的位置，所以你处心积虑地陷害她。你的动机比我多。我要报复才不会用这种低级卑劣的手段。哼，是吗？那你开公司抢生意挖墙脚难道不卑劣吗？我提醒你，害人终害己，你年轻，这个道理我想你还不知道。是吗？那我们走着瞧。姐姐，走。哼。我刚才打听过了，是他要求这里的物业部解雇了江浩然。我知道了。找工作啊？笑死我了，秀妍！你工作没了，看招聘栏干什么？秀妍，我说了别生气啊，这事跟我没关系。你到底是不是被辞退了？是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非得说我以前踢的那个人回来了。其实我知道那个人没回来，但我什么事都没做错，他们就是不用我了。秀妍，我们现在真的是山穷水尽了。豆豆住院要钱，安然上学也要钱。秀妍，我就提个建议行吗？说了你别生气啊。豆豆现在的病情比较稳定，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把豆豆转院出来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儿。爱人在学校，不能让他退学，因为找学校实在是太难了。我们现在真的是负担不起两个孩子。可是，是我的问题，我无能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。就先让豆豆出院吧，安然他必须上学。
我得对得起他父母。怎么和我妈一样都休息啊？是啊，叔叔放假了，我们大家都休息，主要陪豆豆。叔叔，你也是休息了，老板也给你钱吗？给，我休息当然给钱了。我长大了找一个好工作，就可以孝敬妈妈，也可以孝敬你了。豆豆真棒，豆豆，你长大了想当什么？想当医生。就和杨大夫一样给小孩看病。问问安然姐姐，长大想干嘛？你想干什么？律师。当律师干嘛？你最容易被人骗了，一旦你被人骗了，我帮你搞定。豆豆，安然姐姐消遣。消遣你怎么了？豆豆，幸亏安然姐姐走得快，要不然的话。史泰龙啊，史泰龙，黄飞鸿啊，黄飞鸿，李小龙啊，李小龙。今天怎么低调？叔叔，低调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做错了事，要懂得反省。你做错什么事了？我不是惹你那么生气了。100，150，150，102，102，不是170，180，190，200，200块，对了，大姐，你还得给我打个收条，这样比较保险。放心吧，我们不会讹你的。就是，你看大姐，还是打个收条吧，这样保险。你现在是万幸啊，要在杨白劳的年代。是，要是在那个年代，我有女儿，我也抵给你。争取涨工资，早点还钱给我。是，谢谢大姐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你好呢，大姐，你没发现她长得比你年轻吗？是比我年轻，但是我原来就管她叫大姐，这不习惯了吗？再说这样还显得比较亲切，你说对不对，大姐？只要你真的把钱还上了，我叫你大姐都行。是。兄弟，我帮你找着工作了。什么时候？真的？跟你一家公司吗？差不多。什么时候上班？随时，明天就行。我一句话。志远，我找到工作，孩子不用出院了。但是跟我那工作吧，还是有点区别。你什么意思？就是。在我那个饭店的旁边对面隔壁那家工作。酱肉包，请慢用哦，谢谢。哎，小姐。哎。给我来一份江南水仙包吧。好，马上到。这就是秀妍。先生，你看怎么样？干脆不要吃饭了，这是我们的商务牌面啊。你看你是有经验的，让他留下吧。留下了，来，留下吧。太好了，我跟你说，他这个姑娘可能干了，什么脏活累活交给他没问题，那些复杂的工作他都能干。太好了，真的吗？就需要这样的人，眼珠就下班了。我吃个饭也合适，多会照顾客人。哥，开心啊！服务员，
啊，行行，快一点啊！我给你看一下去啊。哎，秋元，等很久了？没有了。这个呢，是我今天的小费啊。这两天生意不好，钱不多。就这么多？对啊。今天这么少？不过你放心啊，我会努力的。不过这些钱还不够豆豆三天的医药费呢。是啊，豆豆的医药费太贵了。对了，秋元，嗯，我说句话，你千万别骂我。嗯，你再去找秦素萍吧。找她干嘛？嗯，你就跟她直接说，你说你有个孩子，生命垂危，她这么有钱，一辈子也花不完，让她捐一点给你吧。你以为她会帮我们吗？也是，你在她家做牛做马。啊，他妈妈还那么欺负你，他最后怎么对待你？根本就不是个人。如果他因此才答应帮我，那我就更不会提孩子的事。我根本就不需要他可怜。哎呀，你怎么喝那么多酒啊？来，站好站好，把衣服脱了。把衣服脱了再睡啊！啊，哎，走开，不要碰我，不要碰我！哎呀，坐好坐好，把衣服脱了啊！你看看你啊，为什么喝那么多酒、啊？我都说了别碰我，别烦我了。把上衣脱了。秋秋，我叫你出去。哎呀，松平，走啊！哎，走走走走走。松平，我是子怡啊，松平。麻烦你出去啊！你干嘛这种态度啊？松平，开门。别吵了，别吵了。无所谓，只要来了就好。哎，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再多给一天吧。你这样我真的很为难。我也知道我说不过去，但是。你也知道，如果孩子停药的话，他会有生命危险的。我明天就会把钱送到你的门口，行吗？你们已经这样好几次了，男的来说不行就换女的。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们一样，我们医院还怎么开呀？我知道，我知道我道理是说不过去的，但是我现在先跟你说说情啊。你宁愿看到一个孩子眼巴巴的就这样子看他死去吗？啊，对吗？我只是。多一天嘛，再说，我还有杨大夫的担保呢。杨大夫的担保也是有一定限度的。哎，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我们出院了。那你也得先把住院费交清了，你们现在已经超支了。水吧，我去做早饭，马上就好啊。哎，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你昨天晚上喝多了，就到我这里睡了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没有女人照顾就是不行。你干嘛这么看我啊？
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女人照顾啊？那天晚上我在你家附近看到安秀妍被赶出来了。你怎么知道她一定是被赶出来的呢？说不定她是突然间有什么急事才出去呢。嗯，我看她拿着行李啊。其实你早就知道安秀妍会被我赶出家门，但你那天看到她以后又不太确定，于是呢，你就叫你那个小燕打电话去我家，想再次确认一下。你这个人这么聪明，麻烦你下次再打那些试探电话的时候，记得换一部电话。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技术叫做来电显示，你应该知道。我去做早饭了。那些照片也是你干的吧？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嗯？松平，江浩然和安秀妍他们是有预谋的。我怀疑这里面是个骗局，这个骗局主谋就是李美芝。那个女人啊，她明明知道你爱的人是我，故意让江浩然勾引我，然后再让安秀妍去勾引你。你到现在还想再扯一个无辜的人进来吗？真的，事情一定是这个样子的。你想，他们两个人分别接近你和我，这能是偶然吗？那个女人为了拆散我们，故意雇两个骗子来布这个局。还有那个安秀妍，她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单纯，她窃取你的商业情报出卖给李美芝，还背着你和江浩然。你给我住口啊！如果安秀妍和李美芝串通一气的话，现在天马集团早就是李美芝的了。什么？你怎么这么说呀？你这个人永远都只会自作聪明，永远只会陷害别人。松平啊！发什么呆呀、啊，小飞？他们把豆豆的药给停了。不是有杨大夫担保吗？担保也有个限度。那怎么办？哎，你们那边是不是请人啊？我想打两份工，这样子我就可以多赚点钱了。秀妍。我怎么了？到底是不是请人啊？歌厅的工作很麻烦的，秀妍，根本不适合你这样的女人。我是听说，你们那边当女服务员的收入挺高的。再高跟你也没关系。你说喝醉酒的客人纠缠你怎么办？啊，就你这脾气，不等于被老板炒鱿鱼了。再说了，豆豆呢？啊，且不说豆豆。安然呢？安然知道你在歌厅里做事，他怎么想？现在这个时候，他爱怎么想就怎么想。就算他觉得丢人，不认我这个妈也行。秀妍，你不要说这样的话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对吧？虽然我们现在生活窘迫，但是秀妍，只要我。行了，就在这儿干吧。谢谢老板娘。啊，谢谢啊。干嘛？
秀妍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？豆豆不能死，安然不能退学。你说，秀妍，为了豆豆的医药费，我希望你收敛一下自己的脾气。知道了。什么呀？哥都喜欢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。咋跟你说呀？只要你听哥的话，啊！拿着，来，我干了啊！好啊！只要你听哥的话，啊！来，爸爸，哥一定保证你有花不完的钱。那我的钱就是你的钱，来。愿意。好啊。哪儿去了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对你可是真心的，你可别跟他们似的啊！来，只要你听我的话啊！浩然，浩然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废话，我下班不在这儿，在哪儿？不是，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不是，秀妍让一个人给带走了。放手！我陪你唱完了，你还拽着我干什么？不，放开！咋？我只是个服务员，我是一个唱歌的。服务员怎么了？我就好这个。神经病啊你！你等会儿，你唱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啊，钱老子有的是，啊，我跟你，你看，你瞧瞧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给我回家去，唱一首，我给你一万。给你一万。跟我走。给你一万。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去！是谁？你是谁啊？我是他老公，你赶紧滚！你等会儿，你找哪儿是不是？不，你等着，我找人去饶死你！你等着，你别走。我们是不是朋友？安秀妍，你忘了？你早前跟我说什么了？我们虽然穷，但是活得有尊严。现在呢？你为了钱，你要放弃道德底线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要这样的话，我们不再是朋友，我们分道扬镳。我已经通知下去了，30分钟后有内部会议。我知道。英杰，啊，你还记得我上次叫你找个男人来对付李美芝吗？是啊。你是从哪儿找回来的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你先别问那么多，你告诉我是怎么找到他的。我是在海滩的一个餐吧，一个伙计帮我找的。